阿肯是阿宪的日语发音，也是本名王敬宪的杨牧的小名，更是漫画的主人翁。由木素媒体以花莲诗人杨牧为主角，今年八月出版了《山峰海域》自传体散文，并改编全彩漫画《阿肯诗的端倪》。目前在杨牧故乡花莲策办特展，并以双展场形式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郭子旧音乐文化馆同步节目，包括杨牧的夫人夏盈盈都难得现身出席来见证。走进日式木造建筑，杨牧《山峰海域》的回忆展场，带领民众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四五零年代当时花莲的风貌。由花莲出身的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童子贤出资创办的木素媒体，继十余年前发行文学家电影后，在花莲诗人杨牧的名诞九月六日这天，举办自传体散文《山峰海域》改编的《Okan 诗的端倪》漫画展。当天，杨牧夫人夏盈盈、三弟杨维芳、贤康利等贵宾都出席与会，为漫画展带来惊喜。这本书能够出版，然后很感谢木素，还有林先生，还有我们的漫画老师，这样，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我收到以后，很快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所以，如果还没有读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样，谢谢你。花莲，是诗人杨牧的故乡，其实也是杨牧的文学跟诗的秘密的源头。在能够诞生这本漫画，助耕多年来的心愿，希望用新的数位技术、新的数位媒体跟影像跟音乐，让当代的乐听大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花莲，乃至于整个台湾曾经诞生这么多美好的文学作品。那也很幸运的就是邀请到了吴世宏老师，他当然是前面跟我们他们在岛屿写作纪录片有的渊源，已经合作过，他也看过他诠释文学作品的各种感觉，还有他本身的中西方绘画的功底。然后邀请来了以后，世宏老师也非常认真做功课，那当然那个也有我们文学顾问陈云老师全程就是帮我们导读，然后包括我们中间有问题都还是可以请教他，所以我们等于是把做文学纪录片的那个对文学核心的严谨度再把它带到漫画企划来这样子。这本漫画呢主要是在讲杨牧老师的小时候的一些经历，那他是有一点半自传的一个故事，那就是主要是讲说他为何会追寻文学艺术之前所经历过的种种。那他时代背景是在1950前后，就是会从一开始的二战到战后，到也提到一些日本统治跟国民党来台的一些时代背景，然后主要是比较专注在小杨牧他的一些对大时代底下生活的一些心灵上面的一些冲击，然后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花莲诗人杨牧将童年回忆收藏在自传体散文《山峰海域》，由木素媒体邀请来自宜兰画家吴世宏，尝试融合中西传统绘画技法，以水墨风格将诗意文本改编成全彩漫画。双展场花创园区29栋木屋的杨牧《山峰海域》的回忆展场，规划九大展区，以大型水墨画加上漫画和立体道具陈列。郭子旧音乐文化馆 Okan 艺术心灵的启蒙展场，则回溯诗人少年时期，即期展出至10月29日。9月23日将举办系列讲座，在花创园区乐见里8号阅览室，有兴趣的民众不要错过。记者蒋邦彦，花莲市报道。